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又回到我们的故事时间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讲的故事是我们的外公外婆。大家好，这是我，我今年10岁，这是我的外公，他今年80岁。大家好，这是我。我今年7岁，这是我的外婆，她今年75岁，他们是我们的外公外婆，这是我们外公外婆的大女儿，她今年42岁，她是我们的妈妈，她是我们外公外婆的二女儿。她今年38岁，她是我们的阿姨，她是我们外公外婆的小儿子。她今年33岁，她是我们的舅舅，他们爱他们的爸爸妈妈，我们爱我们的外公外婆。各位小朋友，你们也爱你们的外公外婆，你们的爸爸妈妈、阿姨还有舅舅吗？我们接下来一起练习讲一次这个故事吧。我们的外公外婆。大家好，这是我，我今年10岁，这是我的外公，他今年80岁。大家好，这是我，我今年7岁，这是我的外婆，她今年75岁，他们是我们的外公外婆，这是我们外公外婆的大女儿，她今年42岁，她是我们的妈妈，她是我们外公外婆的二女儿。她今年38岁，她是我们的阿姨，她是我们外公外婆的小儿子。她今年33岁，她是我们的舅舅，他们爱他们的爸爸妈妈，我们爱我们的外公外婆。哇哦，大家都说得非常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时间，我们下次见哦。